前面有个人没穿衣服在这跑呢。来来来，来吃点东西，来来来。他不敢过来的，吃不了，我给你拿点衣服吧。天津一尾天天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给，给，你吃不吃？怎么了？你吃不吃？我给你拿个衣服吧，来来来。没，你说这家伙也不穿衣服，我把我那个牛仔裤给他吧。还有一个上衣卫衣，一次也没穿的，新的。新衣服我还没穿呢。啊，自己穿上了，拿着吧，给你了。你听话，我到前面我给你买点吃的，行不行？我给你买点东西。啊，来这牛仔裤你穿上试试，要不要？你说句话，要要还是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，我走了。吃的你要不要？我给你拿点吃的吧。鞋要鞋不要？穿的鞋要不要？我给你拿一双吧。那我走了啊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九点。我今天从大理出来了，然后在路上刚才碰到一个流浪汉，没穿衣服，一丝不挂的，露着屁股。就披了一个这个被子，我想着给他拿点衣服，弄点东西吃，他也不搭理我，嫌弃我。我拿的衣服有个还是新的，没穿过呢。我给他拿的面包还有可乐，他都不要，抽烟也不抽，不知道咋想的。我说去前面。给他买点东西吃，他也不搭理我，啥情况啊？这是，我看着像坏人吗？我都有点怀疑我自己了。不吃不吃，不吃留着自己吃。不行，我越想越来气，他为啥不搭理我？再说了，他穿个那个，他啥情况啊？影响市容，我就再找他一下，我必须让他给我穿上。露个屁股在外边转，你像啥呀你？掉头回去。这不，我又掉头又回来了。你东西可以不吃，你把衣服给我穿上，你露个这个，你像啥玩意儿？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把裤子穿上。穿不上。怎么穿不上？你试试试试。啊？你咋这么犟呢？过来，来来来，你穿个衣服。你不吃东西，你穿个衣服，给，快点。皮儿，错。前面就是学校，你不穿，你像怎么回事？你站着干呢？怎么了？
你在这见过他没？你在这见过他没有？见过。他经常在这跑。他不要。我哥哥是脑子有问题。穿上了，他家的人给他穿上了。他自己脱了。然后我看前面就是学校，原来学生都放学了，他也不穿衣服。他家就是在学校下面一点，他家的家在学校下面一点。这个女生是他家的。那行行，谢谢你啊。脑子有问题，就我现在停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他弟弟的家。就这个宾馆就是他弟弟的家，家里边挺有钱的，脑子有问题，不穿吧，没办法。行了，走了。他就是这附近的人，脑袋有问题。然后这边的人说，你给他衣服穿上，他自己也脱了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学校。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见这都是学校，你回来给他，他不穿的。哎呀，我真想骂他。